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鸡腿。今天一样来分享《三国志幻想大陆》的游戏资讯。这部影片主要是想来跟大家聊一下新一期无限挑战黄盖的刷分阵容与武将试炼的平民版全三星通关搭配。接下来我们就不啰嗦，直接开始吧。OK， 首先武将试炼的部分，我自己是使用画面中这组队伍搭配。在练度方面，只有袁绍跟诸葛亮是无火觉醒，剩下的都五星而已。那这些武将的入手方式都非常简单，应该所有的玩家都可以轻松取得。在神兵跟灵宠化就选择自己有的上场即可。然后潜能的部分，我会尽量以防御为主，就战魂的话就全部都弱点突袭就 OK 了，这样子应该就可以很顺利的全三星通关咯。再来，这次要介绍的刷分阵容基础样本是风之翼，参考日本的 YouTuber 真英的队伍之后所调整出来的搭配。对于作者原本的阵容，我会把影片网址发在置顶留言区，建议各位可以去订阅一下，不得不说真的很有料。那首先试炼加成部分是使用这个样子去做一个配置，各位可以直接照抄就好。再来，挑战难度系数是全勾的170，然后使用队伍搭配就是画面中这个样子。至于使用神兵是心跳刀加龙吟枪加扇子，接着灵宠则是熊猫主战，搭配穷奇酸泥助战。不过助战方面，其中一只改成一星朱雀也勉强 OK。接着潜能方面，首先黄盖、王毅、诸葛果都选择1221，接着邓艾是使用1212，再袁绍1223，最后公孙瓒选择2212。至于战魂方面，全部的角色都是使用怒焰灭袭。最后换武的部分，王毅跟邓艾都必须搭配三开效果，否则伤害会上不去。那我自己测下来，基本上可以很稳定的上到180万到170万，然后偶尔会到达200万左右。所以目前最高成绩有来到211万，那我等等会继续研究不同的搭配，看能不能出现更好的阵容。那这边非常感谢风之翼的分享，最后希望这次影片有帮助到你们。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我是腿，我们下次见，拜喽。